小金叔，你现在还愿意让我宠幸你，永远服侍我吗？你的身子在这儿，心却跟王禅走了。没有了新的公主，只能是个下贱的奴婢。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痛苦，什么叫绝望，什么叫……生不如死，把他的衣服扒光，那是你们的了，好好享用吧。 是王，起来！快，你要临危受命，君临楚国，权力是你的，江山是你的，你是王。我不当王，我当王。起来！看着我，看着我。记住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。 今日大王遇刺冰天，金叔受伤，是你击毙了凶手。至于刺客，是贵族所遣还是王禅所派，全凭你自己说。总之，你的命运、楚国的命运、社稷存亡，全在你的手里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楚国的王。